旁边并没有什么防护，然后他整个人就坐在栏杆外面随便扭动一下，然后就可能掉下去了。不能说话了，也不能大声地喊他，他又觉得警察来了很激动，所以跪着蹲着他就会觉得放松了警惕。现在我跟他好好说，要不你加个微信，你坐在车里跟我说，我要跟你帮警局去面谈。慢慢的他转过来了，他看着我蹲着的，也没有引起那个。我不想给你们造成麻烦。不会的。我就是想不开，我就是想。不会，你放心，绝对不会有麻烦，绝对不会有麻烦，你放心。加微信吧。我也觉得挺紧张的，如果当时那女的稍微就反抗一下，可能两个人就同时掉下去了。当时这个楼有30几层，然后掉下去肯定就没有生还的希望了。没事，什么事情解决不了的，好吧，你在家里去说好吧，家里去说好。拉过来以后呢，我们还是不放心，就说在他家里还有居委会的人，还有物业的人，我们一起在家里又做了一些工作，劝了他，劝了一会，他思想就想通了。